老婆今天手气太好了，赢了很多很多的钱。哎，出牌呀！今天手气不错呀，三小姐，我要去一下洗手间，早点回来。啊，好，没事，去吧。 听你的安排，大家知道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定啊，一块儿大家好好喝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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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了，别玩了，我好不容易才脱身过来，要是他们回头来找，那怎么办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可要走了。每一次都跟我闹着玩。 四少啊，四少！四少，你这可不够意思啊！这喝了一半的酒，你自己藏起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啊！哎呀，这敲了半天，这里边没动静。四少真的没在里边？我看错了？还是去别处找找吧。来人呐！ 老爷，我吩咐你个事儿，你把这门给我锁好了，看好了，出了事儿我要你的脑袋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是。哎呀，你说这四少啊，怎么撇下咱们自个儿找乐子去了？咱也不能自己亏了自己啊，是吧？走，我带你们喝酒去。走，打了打了，走，喝酒去。你，真对不起，刚才我认错人了，多麻烦。 那里是我，这叫什么缘分？每一次遇见你，都是我最狼狈的时候。不要紧的，回头自然有人来放我们出去。哎呀！ 哎，哎哎，我跟这个徐同志聊几句啊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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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猜我在楼上看见什么了？什么呀？我看见那慕容峰啊，连饭都顾不上吃了，偷偷摸摸就上个楼了，亲自演了一出好戏，和那个女的鬼混呢。<笑>我跟你说，我以前真是高估他了啊！你看他现在这副德行。 迷戏子搞女人，啊，稀里糊涂的就准我调兵。这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他那副德行，根本就不配跟咱哥俩斗。是啊，我早就说过了，那就是个草包，就你天天抬紧身了。<笑>行，我说今天我得好好放松一下，咱俩人喝几口去，不醉不归。好啊，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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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<笑> 小姐，你在这里稍等，我去叫人开门。哎，我要跟你一起。小姐好身手。
你这也不是第一次夸我了，小姐，这边请。我姓尹，尹静婉。尹小姐，幸会。 尹小姐，跟我来吧。三姐，什么事儿？三小姐。三姐，先叫人拿件衣服给她换上吧。尹小姐，我有一件新旗袍呢，腰身做的小了点儿。 还没来得及拿去改，尹小姐比我瘦，必然能穿的。周妈，哎，带尹小姐去把衣服换了。哎，尹小姐，请吧。谢谢三小姐。哦，对了，可否麻烦四少稍微等我一下？我还有一些话要跟你说。尹小姐，你呀，就放心去吧。 尹小姐，请吧。谢谢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城州是有一事相求。哦，我本来就欠着尹小姐的救命之恩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位朋友前些日子从乌池运货北上，可是没想到。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我此次来就是想恳请四少能够网开一面，救救我这个朋友。尹小姐，你曾经助我于危难之中，这样的大恩，没齿难忘。别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帮你，唯独这一件，万万不能。